要把那些都关了，就很烦。不是海底捞，烧烤，烧烤。那个女方，要不然你帮我家招牌菜啊？招牌菜，羊肉吗？不吃羊肉。哇，感谢老师，羊肉是新的。哇，谢谢李逵送的一个南瓜派。对，这南瓜派对为什么这么黑呀、啊？真的太黑了吧！跟我主要我衣服也是黑的，真的黑。哇，谢谢美团外卖送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这个南瓜派对，这是万圣节礼物吗？这么早就上了，好好看呀！万圣节礼物，谢谢。谢谢李逵送的万圣夜，谢谢。我感觉这个还好看一点，这个比那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来，后天公演给你。今天，嗯？就是来了。让他拿个小杯子，这是什么芒果汁吗？都哦，芒果汁。他下午，你现在直播 ？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吃烤串。谁还点的虾呀？不是，我太饿了。你好，感觉我能吃很多。拿两个小杯子，两个小杯子。不辛苦不辛苦，但是我很心累。这个我得放中间吧。可以。转骨。这什么呀？哦。放这儿，分一下。给那俩小姐姐递。我要吃烧烤。分三杯吗？还是两杯？两杯。真的只行。但吃起来。不是海底捞烧烤烧烤。你的吗？打开了可乐，把可乐那边。我的鸡腿现在正好是二小杯，这杯你的吗，小姐姐？嗯，是谁的可乐？谁的可乐？这居然不冰。对，这个放这儿啊。我这是我太好吃了。你那个是吧？首秀，哦，你们说尬舞大队吗？我没跳好，因为那个太挤了，我觉得那个场太快，到处都打到人，到处都打到人。谢谢老公，没有事。我刚刚看了我的五岁，我刚刚看了我的五岁五五。这都是新出的万圣节礼物。不是，饮料的，来烤，你给他们上。他还要洗烤。好，谢谢。看了我的五岁，我觉得灯光好好看，但我不愿意再跳五岁，因为我做了美甲，然后它就是有个小制品，我就一直在担心那个硬币，就是我一直在担心接不住怎么办。还有甜甜。还有小马，还有小猪和小贝，六个人。嗯，谢谢大家和小贝送的小贝一个蛋糕。小贝祝你今天开心快乐。好。我觉得我刚刚吃的这个有点辣。谢谢小勇，小贝就是给小贝尝过，小贝祝你生活甜蜜。祝你生活甜蜜，吃烧烤，谢谢口。
我要认真吃饭了。我欠的哥，我打算下次直播再还。太饿了，太饿了。我也觉得我一直在烤，能够他们。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谢谢糖果。我该怎么说呢？嗯，我在四八。会可乐能吸水是什么？太明白你说的话，你可以给我，你可以先给我表演一下吗？太热了，太热了，我在看马戏团。小贝，小卢，一起，小贝，恶魔，小贝，啊，万圣节，我什么不被吓？怎么样，破了 ？Hello， 晚上好。今天不知道你好干，谁点的饭呀？我的饭是够完饭了。需要分一下吗？你是够完饭了。我想要尝一口。给你们打，烤香菜。对，咱放中间了啊。这是啥？好害怕。哎，咱们今天是哪位美女过生日啊？好呀，我。哎，他的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啊，你过生日？不用，没事，不用。我们点了面。对。小料包吗？咸菜，不辣的。哦，也没有不辣的。这个没有。不多见的。有。这个很多见的。就是说，我下次肯定不会。这边哦。剃头发的时候很少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明天为什么会见面？啊，谢谢。饭吃饭吃饭，今天为什么会见面呢？明天没公演。哦，今天也就是23号，哦，那就是明天见。好，看起来就准备睡觉的你怎么了呢？啊 ？Hello。我就播10分钟，我要吃饭。我就在这里。嗯。馋死你了。有什么能吃的吗？我吃着很热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你们是推荐推荐养啥的？小贝老师，小贝一个糖，小贝祝你生活甜蜜，因为你刚刚说好冰，说我好开心。谁要冰块？谁要冰块？我要的冰块。好奇怪呀，为什么我往这边移？我一些小妈妈一个耳朵，我往这边移，他们说小贝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有梦。你是不是没搞镜面？镜面翻转。不是点了吗？而且我觉得还是乖的。啊，被呛到。对着他，他怎么觉得？有没有勺子？拿筷子吃你吗？羊肉，我很想吃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。你家厂的？对。他们家打了一条，一些糖糖的，就是说小菜，就是很好。就没有人发弹幕，你们好尬呀、啊！哎，小青，今天老师说我眼睛里面有东西。哈喽，晚上好。这次好长呀！这趟北京已经成尬了。我的眼睫毛，这趟北京专门回来尬，就一直
你有洗眼液吗？有，用一下吧。我得用一下洗眼液，洗洗眼睛。大眼睛，就是眼睛。所以有的是苏妈就一个，苏妈今天说什么？接着秤来，说我把那个大三同学送给小贝一个万圣，万圣节小贝祝福。万圣万圣节的时候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有糖吃，今天开心快乐乐，收获满满。祝你每天，祝你早上有早饭吃，中午有午饭的朋友，有晚饭吃。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。谢谢小东东送给小贝的南瓜派对，小贝祝你天天有南瓜吃。好好吃啊！我看到你给我发了三排了，我都是晚上回去把你南瓜的。坚果也入坑了，小贝好惨。你是在左边单子那边？钱。下次你要是来，我可以认认你。点吧。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祝你，祝我在祝你什么开心快乐乐的。小贝收到了你的万圣节红书啊，希望你也天天开心。我最喜欢的节是圣诞节。收到了那么多礼物之后，觉得哇，真是好开心。最喜欢的节是圣诞节。送一个皇冠，谢谢你。我的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送给小贝这么多。祝你，祝你生活元气满满，祝你。为什么是圣诞节？如果可以有礼物收，因为圣诞老人会给你送礼。谢谢。过什么圣诞节？谢谢。那不然过什么节啊？妈妈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乐。过节是不是考好了？啊，谢谢前辈们。谢谢 AM 我觉得我脸烤红了。小贝祝你生活甜蜜，那你万圣节都被吓了。啊，我今天好尬呀。我觉得我把我的脸给烤红了。这个叫小孙同学的，欢迎你第一天入坑被吓。好热，我以后可以尬到你。只要我可以尬到你。老师帮咱们吃饭了，要不要吃火锅？去吃一些热乎的，先送给小贝，谢谢小贝，祝你。所以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祝你开心快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我都要想你新的蝙蝠，真的是给你们都憋不下去了。祝你早睡。你看到了，我还发了口袋房间啊。小贝，祝你天开心快乐。对，我这个不能超开心，但是你说不懂我为什么开心，因为你们不会猜到。感谢，都是祝你天天看一些小红，不是说天天看。就接着考吗？可以，就继续考吧。好吧，我看你，我去哪了？我连着两个都看到你，24号还要来。对啊，我没有在吃夜宵的，我在吃晚饭。你说的很对。在吃晚饭。生蚝三杯免费。我没有吃晚饭，我在吃晚饭。我在生蚝。希望他胖。等他啊。希望他们胖。你们吃晚饭做好什么？怎么了？就扎个头发就这样了吗？变得越来越积极。你们应该都是。没事儿，我相信你。就等我做完，等我做完再睡。我相信你，不辣眼。你会等我做完，再想一想都会觉得很辣。哇，你俩点那么多，你俩都能吃得下吗？来，小姐姐，我是你说他的吃得下。好，我是又开了两个手机，然后换了。我今天超开心。都不是一个人点的，还是好几个人点的。对啊，我刚刚看过你说被谁点的吧？你俩了吗？然后你都不知
我刚刚下工，一看就是，就是干来干，看就是胖，不是我觉得我成长，但是以前要是如果我又那么晚吃晚饭，肯定都不知道我今天中午。就是觉得来的很厉害，谢谢狼刀直升机送的一个南瓜派对，谢谢。好热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太热了，我真的很想脱衣服。好热呀！会很饿吧你？有什么感想讲一讲？哎，你这个头像好看，你这个直升机很好看。你这个直升机超级会放屁，果然是我画。我觉得我手臂线条一般吧，就是肌肉很多。说话呀，因为我体脂高还是低？如果肌肉多的话，对呀、啊，现场嗯。甜甜的手机掉了。好尬呀，你好尬呀，你好尬。突然是背心，是因为热，你看我脸都红了。good 的 good 的，好吃，没有醋吗？来，小姐姐，你的煮面。泡面，来一点，我想吃一点点光面，拿点小碗，让他拿碗，让他拿碗，快多少吃了，我吃一点点光面，就说你好好，因为我今天算瓜，然后就有那个生日蛋糕嘛，然后我就拎着生日蛋糕来到这家餐厅，然后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我生日，我说对，小心点小你的长寿面，这是我的长寿面，好，那你要蛋吗？加个蛋对自己好，这个梗我感觉我不太会撩面，好好吃。你的面是这位美女吗？生日快乐！分一下吗？分，让他自己吃吧，没人吃蛋糕。你们不知道吗？钻花都有生日蛋糕的，我可不是白嫖。没有人想吃，而且我今天晚上没有吃，我今天太不想吃了。我吃得完，你可以给我吧，别再打了。没有碗。想吃那个。这边有碗，然后前面给的是粉丝带来给我的，你们是为了你们什么意思？
三个料，大家都是喜欢吃。是粉丝带来给我的蛋糕，当然是给我的，当然我拿回去啊。小杨那个是走了的途中位置错了，我知道。我当时下来我在场上我就知道扣子哥站错了，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就跟扣子哥说，扣子哥站错位置。你看，就是没有找过我钻瓜，没有啊。我刚看下中文，就没有经验。经验放毒，对，你们吃吗？今天谢乖宝送给小贝一个巧克力，小贝祝你生活甜蜜蜜，祝你健康快快乐乐。蛮好吃。小杨，你那个是冷面吗？对。我现在先吃这个，你先吃这吧。有人想要这个蛋吗？老子过敏。对，我鸡蛋过敏。对，我说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生活甜蜜蜜，开心。可以吗？辛辛苦了吗？希望你跟巧克力一样甜蜜蜜。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谢礼物了呀？没有没有没有。Hello。那我光顾着吃了，如果我忘记谢礼物了，请原谅我。我等等下播看看呗。
谢谢大家送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大家请记住，我的真正生日是11月9号。客户，啊？帮我递一下这个五花肉吧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送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有点烫。好。Thank you。没有，是接上电棒子。哇，你居然被打下来了！我刚突然吓到。他快点，他来找我。我保佑你们。其实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边充电边做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好笑，有点尴尬。宝在这里。你们觉得今天的发型好看吗？你们觉得今天的发型好看吗？我现在都保佑你，谢谢。哇，天哪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今天你看我可爱，你也可爱。请叫我小同学了，家人。我自己来的。谢谢。那这个人你自己看是吧？你去哪看的？去哪看的？谢谢。耶。好的，保佑你，小黄都今天要爆场。今天这个太不来了。我要贴哪里呀、啊？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那挺酷的。谢谢啊、我怎么觉得贴了更傻了？好看吗？你贴的太小了。这是那个冰宝贴，因为我很热，因为我很热，所以他让我贴这个东西。娘是哪个呀？保佑你哪个？这个，这个，旁边那个，对，这个，叫我甜甜姐。甜甜姐姐，小朋友就是好，小朋友年轻就是好，可以叫别人姐姐。哪像我，你要想叫我姐姐可以，我同意，我很开心。哪像我只能当姐姐，现在姐姐很有魅力、啊。没关系，虽然很爽吧。你好，乐迪妹妹。我这里有两个勺子，你怎么把我的拿走了呀？不快，我好厉害！我吃了一半，发现我这里有两个勺子，没发现。真的。生日快乐！你就不要喊我姐姐了，你喊我姐姐多别扭。好吗？那我点了咸的。你看我姐姐是闲的，你很懂吗？可是你的，可是你的账号为什么是为什么你是创造的？这是外站告诉我的。那这边那两个姐姐要不要一个？玉米要不要来一个？玉米是你，谢谢。
看他的地，你看他第三天想他了，希望他在北京对自己好一点。老是想着我自己，他们俩。你不能动。我加了他的一个大嫂前面的微信，他们走之前我加了。他们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他们。你是说我跟瑞尔去吗？那你说说对了，我们就有钱。哎，这是我的长寿面。托我粉丝的福，提前过了生日。我的心只能装下一点人。提前半个月过了生日，笑死我了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一二三四的一不是一万的一，姐姐们，你们悠着点说，你们脏我，我怎么是第一个亿呢？你们瞎讲，你们瞎讲，你们瞎讲，既然你们在脏我。反正说出来你们我不嗨，我只是口嗨，口嗨都不小孩子的口嗨，让我体验了一下社死，感谢你。对，这是玉的脸子吗？生日有人要喝？不，算了。喝汤，喝大汤，海带汤，喝大汤，大汤是什么？臭美。大汤是什么？是。西红柿鸡蛋，鸡蛋面疙瘩汤。什么鱼是大汤？鱼虾汤。不是虾酱，我这是虾酱，我不是一桌子人。让你们看我的直播真是辛苦你们了，好热呀，这个手机都烫了，你们懂的，很热。好久不见，总是好久不见。这
哦，就是两个。前面他问我旁边是哪个姐姐。甜甜姐姐，虽然还没吃，等会儿吃，等会儿吃完饭吃。谢谢，通通姐姐。虽然我们都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刚下锅，就是不在下锅。是牛肉干。啊，牛肉干。你们送礼物还要分先来后的吗？你们要抢着送吗？做出了非常阴间的效果，对。你们好有礼貌啊！你们自己好，你们太有礼貌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吃颗玉米最好吃，好。万一咬不动呢？谢谢他，听我的眼睛，闪闪发光。十个秋天奶茶，小贝祝你。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甜蜜，是我的眼睛，祝你牛奶好喝，祝你每天生活运气满满。对。谁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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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猜我是谁？只要你们家干干干。他是谁呀、啊？他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我有点听不清你说什么。我也想这个。我还是瞎。妈。还挂了。爸爸。那你再吃一口看一眼。对啊。他该拒绝我，陈小爱。太大了。这脸什么红的呢？好吃的一个水晶菜。你说为什么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烤炉烤的呀。我这边又正好，接下来就有了。哇，你这么快就去了，这也太速度了吧！我这饭都没吃完呢，你居然都已经开始了。谢谢龙王天鹅送给小贝一个恶魔同事，小贝祝天天开心，碰到了说后年吃南菜，吃的多来一点，要省事。我本来就很尬呀，我一直都很尬，因为你们不知道，这个直播间进去啦。后面是消防栓。现在几点？12:45，为什么我没有时间显示啊？12:47。是因为在充电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时间显示。说什么？我看到龙一下吃饭，也没有啊。这个能考考的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好热，正着我吹，我都出汗了。我都出汗了，我的妈呀！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和善。谁成语搞笑？
因为我觉得你很搞笑，所以我看着你我就很想笑。太那个了，然后我听不见。能来玩吗？不用。我觉得你很好笑。谢谢，我是你的乖宝贝小贝，你是我小朋友。小贝祝你。天天看吴欣怡，天天背吴欣怡。怎么样？炉子烤的，因为这个对着我烤。
但是我直拍好丑啊，虽然你们现在看不见我，是有点看。不能报，但是马上就是我生日了。快学，我可以教半个月吧，再半个月。你来上海找我。也没有半个月吧，教给我生日。今天去吗？还是去我朋友？今天二十号，差不多半个月吧，反正很像吧。这个面很清淡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面都
好想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炉呀。我没有吃，真的很热。再加一个，我给你夹个酸菜，你也没有吃吧？应该是很能做吧？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大口，不想干。他以为我的一口不放上去，他就给他。好热，几分钟他就变成大包了。来，你放到我手里，放到我头上贴的酱。烤酸菜很好吃啊，可以试一下烤酸菜，很好吃，烤酸菜，烤酸菜很好吃。24号，反正我已经不热了，我已经被烤红了，我已经被烤熟了，两边一起烤我。现在是烤甜酥栗。烤玉米粒，烤甜酥栗还是烤玉米粒？应该都吃不了吧？今天我还吃得了吗？反正我真的好吃。那我带回去我也吃不了。我不带回去，我一个人看着。我还能吃蛋糕，拿蛋糕吧。我有蛋糕，今天把蛋糕的蜡烛点上。我还早着呢，我过生日。过生日，两个已经关掉了，我确定你下播，看起来就像有。哪里那么早下播？啊！我等会儿吃蛋糕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一点了，你们都还在，你们好厉害啊！我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一会儿要用蛋糕和大的关掉。我差不多，我要下点儿呢。
回去再播吧。就的。哎呀，这个，我戴不了皇冠。这是一个纸质的皇冠。天小浪送给小贝一个恶魔同学，小贝祝天天开心快快乐，祝你算了放祝你生活甜蜜蜜，祝你每天有早饭吃，中午有午饭吃，晚上晚饭吃，祝你每天都好好吃饭，祝你每天晚上有好梦。不是，是这个太小了，我头太大，他盯不住我。金箍棒啊，是吧？我带着好奇怪的小贝一个美妆，美妆啊！现在小贝两个美妆，一半的备注，这个蜜糖能卖花生。哇，这个蛋糕好好看啊！这个造型我必须给你们看。把手机拿起来，你不会想把蛋糕关起来吗？没有，我想把它打开，真能打开。加油，奋斗！对对对，可以打开，给你们看哦。不用，没关系。我喜欢低调，我喜欢低调的故事。我比较低调。等你真的生日那天，你就不这么说了。给你们看蛋糕，哎，为什么它是反的呀？你看，看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子呀。好好看啊！嗯，好好看。对啊，好好看。啊，好想拍照呀！哎呀，这看起来好好吃，好想拍照。可是我又在直播，你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吗？这就离谱！你的生日蛋糕都不知道长什么样。对啊，年纪到了就要睡觉。这要怎么切呀？是你家吗？这边我最讨厌切蛋糕，这个拿掉。这应该是他们吃，你咋切的宣传啊？这应该是玩具吧？对啊，这大不大呀？这不能吃吗？我以为是巧克力。他在那边摆一排，我把这兔子摘掉，出了几排了？生日吗？今天不是他的生日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大家如果要送生日礼物的话，也是可以。对，应该是今天就是我的生日，跟大家一起来二十四号一块儿过。变高了，明星，然后他这个生日那天没有人来祝福。对，以为我是假的。知道吗？这样他一年要过几百次生日。我知道他，我的衣服上面沾上了巧克力。我要怎么切呀？哇靠！巧克力是什么？碳水呀。我要怎么切？不知道，我的那个衣服放错了，他没穿。我点错了，完蛋了。那个甜筒我全包了，那个甜筒我全包了，因为我很喜欢甜筒的料。所以呼伦贝尔的空气是甜的吗？我很喜欢那个，倒也不至于啦。没有，我去粉了，然后再煮个锅子，看情况。那我给我的运气没有，我放的时候可能会超总是不行。拿来吃饱了，其实都挺好的。我没有那个是阴间人，你们就不懂。你问问我的粉丝，然后他也有这个。你问问我粉丝，我不是阴间人。Coco， 你是多少呀？我感觉我不太会切蛋糕呀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最好了，怎么不最好？你要不要吗？啊？小贝，你吃多少？我吃四分之一。四分之一。开玩笑，吃不下。你要是可以，吃这么多，比你多一点，因为我对你的爱很多。啊，你的爱就这么一点吗？我不开心。你看看我，你的爱比 Coco 的爱多，你看到他满意了吗？评论姐姐对小贝爱比 Coco 比 Coco 姐姐小贝的爱还多，笑死我了。认错了吧？谢谢。对呀，谢谢。你们吃蛋糕吗？小卢吃多少呀？小卢吃四分之一。没干嘛。小卢日的吗？对，
巧克力的啊，就是里面的芝士啊，里面的巧克力，你不能吃巧克力啊，不太喜欢吃巧克力，对，你给我吃里面的芝士，这边的，我觉得不是巧克力，要了，等等你去看看，它很好吃。看看伴舞是什么？我笑你是一个萌蛋在切蛋糕，搞笑。最大，像是一个萌蛋切蛋糕的萌蛋。给你个奥利奥吧，小美。为什么让你害怕？太什么？对了，就是江文天，上次那个因为我们在校草这边的人。小鹿，自己不喜欢吃蛋糕、羊肉、汤什么的吗？啊啊啊啊啊！是吗？啊！天呀，你吃多少？太坏了！一点点。我给你奥利奥吧。哦，乖。我怎么开麦了？这个很好吃，完蛋，完蛋！所以你是碰巧某年某月解开了我的直播间，你又碰巧的某年某月看见小贝，知道为什么？就碰巧又碰巧，你也刚在减脂，所以都是碰巧的碰巧。小贝，帮我拿一下湿巾。所以你没有办法，都是碰巧。你要快碰巧，不能你先把蛋糕给。哦，好厉害！擦干净，擦干净了，这很好擦。咋了？谁挨打？你挨打了？你挨打了？天哪，好吃啊！感觉天哪！因为你懂吗？当心是碰巧，碰巧，碰巧，碰巧。那给你个叉子吧。怪碰巧，不能怪我。你们怪我是不对的。我很温柔，因为我是一个。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。有首歌。好，好，可以这么形容我吧？不要玩尬了，玩尬了。我说有就有，我说有就有，你们不能反驳我，你们反驳我是不对的。我自己给我自己也吃，我自己也要切一段，怎么办？还剩好多呀，很多挂吧？是吗？我带回去放自家冰箱，或者给我的舍友，但我不知道他爱不爱吃蛋糕。今天的热量又超高了呢，今天基础还是。谢谢你这么夸我。你看，你没了，掉了。我呀，小贝的话都吃饱了，前面真的有没有吃饱？就没了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来来。好厉害，怎么会没有进球呢？原来是因为被剪掉了。这边很有惊喜，我采访。要不你来切，我不知道你要吃什么，我看你想吃什么就切。好喝。我觉得你们肯定是看我。就是，这就说就是，女孩子甜品一个胃，晚饭一个胃，是吧？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就是我两个胃一起，我一个吃晚饭，一个吃。这个人就很懂，然后这个牌子打的，不喜欢打牌子，居然自己浪费。是啊，没有九十一个，我刚刚看了图片，还被他们两个不动了呀，他出来一下，出来。对，你们这种就很有意识，你们这就是很懂，就是很有意识的粉丝才能懂场。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分的，所以很厉害。
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们很厉害。那你还会来吗？就是你高考前。
小后辈的不在了，是吧？嗯。那直播间有名的没有参加复试的没有不热了，祝你们明天顺利通过。但是大家祝你们明天顺利通过。你是在上海还是在哪？我因为上海，上海。明天那个23号是有门票复试啊。祝你们明天报了都通过好吗？虽然也不可能，是吧？祝你明天报了通过。有一个明天要参加17期复试的人，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只有过了才能看到我。对，只有过了才能看到这些前辈。我好厉害！只有人家在剧场也能看到我，只有过了才能看到我。哦，那你明天还是要去面试吗？你们都怎么卡在高考那边？高考，好啊，高考时候报。今天考不错，加油！快凡尔赛。祝你明天顺利哦！祝你明年顺利通过面试，加油！加油！我是不是卡了呀？你们为什么没有弹幕了？我在闲聊。你去外面玩会儿荡秋千啊！好，你们马上收拾一下。我也想。我下播了，拜拜。可是我又觉得很冷。那你可以进来了呀。我们要走05的，那进来还是很大希望，很大希望。Hello， 等你明年进来。我感觉好像还是。拜拜，小姐姐，拜拜，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。95的。这个你是进吗？这个你要自己进来拍预告呀。这个不，这个你猜。你们就偷懒吧，拜拜，根本就不想跟我聊天，就是拜拜马克巴卡，拜拜五个 DC， 拜拜小姐姐，拜拜爸爸，拜拜了，你的头像给我关注一下，拜拜我下播了，拜拜，我也要下播了，哎，最后摆个姿势跟你们说拜拜 ，say goodbye， 什么意思？人家都拜拜了，我也应该拜拜了。我应该拜拜了。我都拜拜吗？那我也拜拜吧。我应该拜拜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们要去上秋千了，然后坐回家睡觉。这就是成年人的快乐吗？荡秋千，荡秋千是成年人的快乐。拜。小孩子不懂。为什么我出了半天还是一个电？